好的，今天的这个出场方式是导演组设计的，对吗？哎，对的。喜欢吗？看起来是。觉得这个创意怎么样？所以我说他们应该主打一个玩尬的，玩尬的。一个一帮黑衣人拿着喇叭说：“请走红毯。”很尴尬，走过来一路很尴尬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只拍出来还是挺有阵势的。对，今天啊，咱们能不能给我们红毯观众来一个小小的福利啊？来一个恋爱告急最后的那个招牌动作，可以吗？是的，来，我们也看看镜头。无人的这世界，只有你。谢谢，感谢。今天有点害羞，谢谢谢谢。今天人很多。今天很多，对。请问一下，刚刚画的过程是在有什么动？我刚刚发现我画错了，我本来想画一个就是一个正在笑的笑脸，然后有一颗门牙，但是发现好像多画了一道，我感觉有点奇怪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多画了。没关系，就因为是代表此刻的心情状态嘛，代表今天心情不错，你心情不错，行，谢谢小军，那我们到这里去休息吧，嗯，我就可以，好，拜拜。